会睡觉，你还要会比较。人讲小钱不管赚，你大钱哪有法度赚？要算的时阵，你球会扑出来；算出来的时阵，球就搁沉落啊。说话速度快的像把机关枪。购物专家出身的国民党立委补选候选人郑世维大酸民进党。怪兽电力公司。用哭声增加电力，到最后他发觉笑声会比哭声的电力还要更强。正是为红绿营变不出新把戏，选情告急就只会打那一张恐共牌。于天也有话要说。习近平他自己讲的，这个他不是九二共识，一国两制，怎么会讲说台湾人恐共呢？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不爱我所有都没做基金，那这样你叫老百姓要怎么生活啦？你来我往，隔空互呛。于天自曝太太李亚平曾感叹：“于天又老又穷，要怎么选举？”正式为酸，悲情牌也不意外。那你说穷，我比谁都还穷。人家还有五间房子可以卖，我连半间房子我能够，我只有一间房子，我都够别后生。造势晚会都是请来这个演艺人员制造欢乐的气氛。老的爱感笑脸呢，是才是所。老的不是请去红街斗阵，你都不爱插鼻。我从头到尾也没有悲情过，人家他讲悲情，我就搞不清楚。蓝绿较劲，比谁讲话更刺更酸。三重立委补选大战，从街头巷战打到唇枪舌战。记者陈勋、邵玉敏新北报道。